谢娟，我瞧见过你的白，也窥见过你的黑。您乃是天子半师。他说话的声音又温柔又好听。宁二姑娘今日倒挺乖觉。嗯，那是你没见过他可怕的时候，吓死人都是轻的。宁儿，你告诉我，你究竟在怕什么？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宁宁，竟然害怕谢先生。谢大人在京中素有温和之名。温和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喜欢张遮？得益于进关羽，如是而已。燕翎知道吧？我的宁宁值得全天下最好的爱。看，我与燕翎只是朋友之情，所以与张遮是男女之情。你为什么喜欢张遮？他明明根本就读不懂你，只有我才能读得懂。你放开我！先生这一生难道就不曾为过一个人、一件事而心难自控吗？然后呢？然后你就要逃走，逃到我找不到你的地方。世间事并非强求就能有结果，不过是互相折磨。苦果亦是果。宁儿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在怕我什么？倘若你杀过我呢？来，杀我！你疯！